大家好，我是小新啊。小新今天来给大家收录一个给这个咱们买的绿花的小苗给它分盆的一个视频啊。然后栽种好、上好肥、换好土的话，这个绿花的小苗的话，星期二给大家发走喽。这就是绿花小苗啊，然后给大家这个换新土啊，换新土。这个是老张大哥的啊，这个绿花的小苗。然后正好收录一个给小苗换土的视频啊。小苗同样的话要栽种护心土，花盆里面放一些底土啊，选择稍微小一点口径的花盆，比如说小新的这一棵的话是3到4片叶的小苗，选择的口径，老公这个直径多大的？120的一个花盆啊。然后塞完护心土里边，往这个花盆里面继续添土，看到没有？用这个四指啊，就是往中心去挤压花土，不要往中间摁啊，因为本身小苗的花根大概就是三四个花根啊，然后小苗的话就不上固体肥，上白色的这个矿物质肥，因为它肥效小，但是它长期有效啊，不伤花根儿。然后我们再继续添土。好了，这样的话这一颗的话就栽种完了。全部给大家换完了啊，然后换完的话，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浇一个大透水，然后星期二发货。